我今天呢是来相亲的，然后呢听我的妈妈说这家人挺好的，虽然条件有点差吧，不过说男孩子长得还不错，个子也蛮高的。那我就想了想，那我就直接穿成这样了，如果今天能成的话我们就定下来。嗯，可以。你是想请人吗？是的，是我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穿个婚纱呀？啊，我想着今天我们两个要能成的话，我们就定下来。这么快吗？不快呀。这才说了三句话。哎呀，有缘这个东西，它不是讲究快慢的，对不对？啊。你看我怎么样？看你还行吧？还行。嗯，我看你，也还可以啊。嗯，你这相亲穿婚纱我也是第一次见的，是吧？嗯。那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28岁。28了？你多大了？我今年才25。那刚好女大三抱金砖呀。不能太大了，我想找个给我一样大的。哎呀，你先听我讲，就是人俗话都这样说了，你还固执什么呢？但是我想找个给我一样大的，俺们有共同话题。我跟你也有，我是从大城市回来的，跟你能没有共同语言？试一试嘛，行不行？我们家呀，就我妈妈就我自己，然后我妈妈跟我爸爸是做生意的，啊，开了4个店，然后4个店，然后我们街上买的还有房子，房子，家里盖的是3层的别墅，别墅，啊。然后还有2辆车，还有2辆车，嗯，有钱，是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跟我一块儿去我家看一下，去看看吗？走吧，那好吧，走，你坐我这个车子吧，你还蛮体贴的嘛，哎对，那你能帮我把这个给我收一下吗？好，就是，你拿着就行是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坐，谢谢你哦。我推着你走吧。好，可以。嗯，家里有钱。哎呦，人家路怎么这么差呀？嗯，这个路在地里面没修。你确定人家里可有钱吗？我们穿过这个村就到了。这也太难走了吧？你这样，来，我推着你。推着我吗？我推你。你推动我了吗？推得动。你这样，你把我的皮草，然后你拿着，好，别给我搞脏了，这个很贵的。好，然后我推着你，好吧？好，你放心啊。啊，我放心，我真放心。我不会让你那个啥的。坐吧。坐好了。坐好了吗？嗯。你坐好，这一点路不好走。哎呀，你不会把我弄倒吧？哎呀，放心，不会的。啊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车踩到我的衣服了。哎，你起来，起来。然后你先拿这个贵，这个贵。好，蛮贵的。起来。不好意思。这个车我没有推过，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哎，给哪里？嗯，没事吧？喂，醒醒！不走，你家住太累，我不能愿意。啊，没事。哎，不走。不是，主要是你的车。我不愿意。下一次我们走那边的大路。不走，你再装一个吧。等等，我觉得咱俩还挺合适呢。不愿意，真的。哎呀，这家车不愿意。这是你什么破车呀？搞到我衣服了，你车不要了吗？